动一段，第三段移动，破阵打满之后给上旋风往后翻滚，然后降世回来给龙卧再打伤害，他会往后退，往前跟一下，一段伤害打到两段杀号给定军，然后三段打完之后往后移动，他要招小狼没关系，然后你继续往前移动就可以了，然后往后走，把小狼撞掉之后他会大跳你，我们把小狼控一下，你看小狼控到往后移动，第三刀继续躲掉，往前再继续给伤害打掉之后，后面移动再次招小狼往后退一下没有关系。好，就在穿插三，我们来看一下玉虚打歌王的打法，给完 buff 之后火系21码范围同样站到之后的话，原地插星剑过来之后珠子给掉，你看给星落往后移动继续给伤害，把伤害打出来之后给上剑罚，打完之后他会跳向你往后移动给上星剑，之后插上之后继续给伤害，招小狼往后移动，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流星刃去打他了，往后翻滚继续躲掉，我才能释放，给上剑罚控制一下，给上伤害星剑继续打上，我需要一个目标，带他走啊，那这就打掉了，用六防六六百，前面的几个 boss 哪几个 boss 你要看哪几个 boss， 玉虚这版本挺强的，对，我是动作模式，所以是推爆剑切的，前面的吗，炎魔吗，炎魔的话保证在五码的范围之内啊，然后继续给伤害，你看基本上通过走位躲到他的普通就可以了，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往他身后翻滚，一样打不到你，知道吗，是这个东西是灵活运用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远程可以设置自动瞄准的，你看往后移动，好，那这是四点打掉他，满分啊，攻六防六，打歌昂啊，不打萨木，不打木灯，打木灯的时候这就是第一个 boss 啊，木灯的打法的话其实基本上不要在墙角打上，靠近一些拉过来之后就可以了，哎，移动躲掉火焰就可以了，等他冲向你，好，翻滚大跳近身往后移动，火焰一下两下躲掉火圈，然后继续往前移动往前走，怎么点出这个面具星，再说一下啊，这个面具星的状态就是说你在操作里边动作模式看到没有，动作模式我们看一下啊，来圣堂完整打法，放完圈躲掉之后，然后他会有一个小冲锋，那个小冲锋你记得一定要躲一下啊，因为这个木灯的贴脸冲其实是很难去躲的，你看就像这个冲锋有一定距离之后你才会有一个时间去反应这个东西，往后移动，你看通过走位躲攻击啊，再次走位躲到普通攻击，然后把他打虚弱给上伤害技能之后，我需要更多，然后继续给伤害就可以了，你看走位躲普通攻击，红圈一翻滚两翻滚躲掉之后，然后大跳近身给伤害继续给技能，你看走位一刀躲掉，走位两刀躲掉，然后把他打虚弱继续给伤害，你不要我才能释放，跳起来躲掉伤害就可以了，然后可以看一下冲锋翻滚躲一下，
然后继续冲撞过去给伤害，你会发现啊，根本就碰不到，他就是攻六防六，注意躲技能就可以打掉了。那光刃打不动的话，一定要注意切战役之姿之后啊，把它勾引出来，一样是开技能，狂杀，给伤害之后翻滚躲一下，然后冲过去之后斩青云，同样是躲技能，看到没有？然后顺杀安月，加烈光，看。一翻滚两翻滚躲掉伤害没有关系，继续回来近身给伤害打虚弱，然后再次给上顺杀安月，你看躲到普通攻击，继续躲到普通攻击，他要冲锋了，翻滚躲一下，六防六满一些满分，打这个就这么打。玲珑的话可以用鼠标键盘模式啊。机动性强一点的哪个职业？流光、玉虚机动性都会比较强一点。你还要打什么？还要打什么职业？简单说一下吧。光刃确实吃操作啊。说，我印象来了一个需要卡等级不？什么？必须要卡等级，像一些卡49啊、卡59那种。可以，需要的。这个等级，我跟你说，等级卡的话，你要卡59、69、49不建议卡。59卡、69卡，卡等级是为了点修炼。好吧。哦，卡等级是要等修炼哈。对，就像梦幻西游一样。哦，懂了懂了。好，谢谢。啊，没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流光，玉虚。那这样吧，一个一个打吧。我没有达到释放技能的条件。这个就是炎天，我没有达到释放技能的条件，面朝目标我才能释放。炎天输出确实还行。